我今天不做牛郎，不是接客。你今天怎么读书啊？接客。我今天就是要你出人头地。出人头地，你没出息的。他只会用下半身赚钱，养过我吗？今天没有养你，今天身上穿的是什么？哈，靠下半身赚钱，对不对？妈，我还你啊！有帮派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帮派就是兄弟穷叫出来啊！叫出来啊！你现在是这样？哦，好，太久没打你是不是？我自己暗恋的女生，她都可以对她毛手毛脚。哎，这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吗？那我觉得丢脸哎！怎么会这样？那是我职业病啊！什么？我对你朋友好错吗？只是打招呼啊，打招呼。那你赚钱赚到我马子身上来、啊？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也说大声一点啊！没有，你是我爸爸、啊。说大声一点啊！啊！要让全世界知道你还高兴是不是啊？是没有人跟我爸爸怎样啊？啊，儿子。